现在他只要求好看，好看就行，没有要求多。好。你料这么用力，这放下去就可以的。啊，是孙姐。你不要说说吗？这个没办法说说的。等一下再说说。放哪里说说？等一下把事情连起来。哦，错了，这个要拿走。在楼上四楼可以说说的。你把你们的录音发给他。他们这个点我的声音这么有磁性。进来看一下，收不收缩？我靠！我这款机器我快要卖出去了。只有一台。啊？公司只有一台了。这台啊，就这台啊。嗯。那还能卖出去？那卖出去了，那几本东西？这可以啊，感觉。放上去可以了，不按了吧？这样沉一下，沉一下，感觉爽一点。好有成就感是吧？你不是按着？刚才把这个要把这个剪切了哈，这一段要剪切了。这不就可以了？这一段要剪切了哈，我一直在拍，有点长。OK 了，停止了。那胖子不要挡挡视线，走。这剪这个的功能很强大的，随便乱剪。哎，管个叶子去。哎，管得了你们。不拆了呗。谁你说的，大师兄？嗯。电脑怎么卡？是不是放下来？这时间设的长一点吗？要不在后面这两个没切断的重新拍，重新剪切一下，因为刚才是按了两次。啊